讯电话，所以呢就想说你们两个交通很累，因为都在线上。没有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我很少打电话给你。我是想说你要说话，我只是想说你那个弟兄姊妹，我们找个位置坐下来，有谢饭的讲道。祝福我们哦，在这样复活的日子里，你复活的生命再来浇灌我们哦，你神圣的话语再进到我们里面哦，这膏油涂抹哦，叫我们得着复苏，叫我们得着喜乐，叫我们得着真安息。主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洁净桌上的饮食，谢谢你祝福哦，姊妹辛劳的服侍，叫我们在欢喜中一同用饭，有更甜美的交通。谢谢你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弟兄姊妹，赞美你的名，荣耀基督，我们亲爱的救主，祷告奉你可爱的名，谢谢主。来，弟兄姊妹来。